下就是我们必须准备的材料哦。首先把鸡蛋敲出，再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备用。准备烤盘，铺上锡纸，锡纸上刷成油备用。拿出一片手抓饼，先把手抓饼切成三块，中间那块切成长方形，把中间长方形那块先拿出来放在锡纸上，刷成蛋黄，把剩下的头尾叠放上去。旁边两块也同样叠放上去，再刷成蛋黄，放上火腿肠、葱花和起司，再挤上番茄酱和美乃滋，送进烤箱，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，烤后就拿出来转上火烤3至5分钟。烤好后就能拿出来咯。通常我都会把它的四边折上来，像这样就行啦。等下我就不用洗碟啦。那超好吃的丹麦火腿酥就完成啦。试吃一口吧，卡斯卡斯超脆的。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